确实。萝卜头嘞，卢卡，你跟麦，有啊，我觉得很大声呢。他怎样都很大啊。嗯。那使用的话，就是全场所有人看彼此都会变得是灰色的，迷彩模式，对，就是迷彩暂时的10秒。那大家看彼此，就是哎，你旁边原本是不管是谁，那他都变成一个灰色的人，就是你分不清楚旁边的人是谁。好可看爱到名字吗？也名字跟那个 skin 它都会做改变，就是即便你头顶的冰淇淋，等下可能也会换掉。迷彩模式，所以让你分辨不出旁边是谁。OK，那是有点魔术师的技能吗？魔术师的技能，对，魔就术他 CD 到的时候就可以去使用。那迷彩是维持个10秒钟，那 CD 30秒啊，所以每30秒就有10秒的迷彩时间。试 试看，好他预设是这样，我们就先试试看，好不好？好混乱，好吧，对，所以你随时看到你旁边的人，可能瞬间就看不出他们是谁了。但是伪装者彼此会不会看得出来就不确定。应该理论上是可以啦，好不好？迷彩时间，那既然人家都已经变魔术了，那我们这个好人方当然也要学一点厉害的啊，直接透视。啊，不是那个侦探，侦探，他可以透视你的脚印，差不多意思。脚印，所有玩家脚印。走过路过都会留下脚印，那侦探就可以去透过脚印去追人。哦，哇塞！那我觉得一开始也给他强一点好了，就他的脚印也是分辨得出颜色哦，所以你可以透过脚印就知道是谁走过，哪一个颜色的人走过。但是在如果被迷彩的话，他的脚印也会跟着被迷彩。好对，的，你有那个他问的脚题。印的话是维持10秒，所以那10秒的距离应该蛮长的，你就可以追过去这样子。所以说，魔术师发动技能的时候，侦探看到脚印，应该也还是原本的颜色，对不对？应该是会被迷彩掉了，哦，好好对，，OK，魔术师没办法直接变魔法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来试试看那哦。会知道说是谁放的魔术吗？应该看不知不会道，吧？会吧？知道的话就直接知道就知是道的话，你就是真透视了。那我们还没有这样子，那样子就会可能会被检举，好。那等下所抽以就发场一次眼上镜呢？有那个魔术师让大家改变，那也有百变怪。你看百变怪就可以趁这个时候去变随便身，变人，对，因为有没有大家已经，比方说大家都变灰色，那你百变怪变一个人，那你时间结束之后，那大家就看你哎，就是改变的状态，所以这可以 combo 连续，好不好？哦，对，那第三方还是让秃鹰再有出来，因为秃鹰都还没赢过，秃鹰很可怜，秃鹰每次都秃鹰都没吃到尸体，都没吃到，混乱的讲。那另外好人方四个啊，就是刚刚说的侦探，那另外还有点灯人、医生跟换票师，让大家去玩玩。换票师，对，啊，点灯人的他的视野，开灯的时候视野是跟伪装者内鬼是一样的，所以内鬼你可以透过这样去判断，就是至少你看得到他，就不要。去动刀，因为还有可能开灯了。嗯，好吧，试试看，试试看喽。那就来，没问题，走起来，Go Go，关好，麦，关麦，再见了各位，拜，票你，票再你，没见，问拜题。拜。可以。我现在好冷哦。干嘛？
哎，谁这么坏？谁这么坏？谁这么坏？太快了！这进度太快了吧？太快了吧！瞬间颜色，我刚刚有看到是大家都变那个被改变了，被改了，对。然后好像是有人往下去刀，可这里好像很难。好像一坨人。我刚刚魔术师太强了吧，变魔术太强了，马上变秒杀那个，哎、欸，太无耻了吧？怎么那么快、啊？什么意思？这如果那个内鬼配合好，一关灯三个刀，然后好人怎么玩？嗯，也不是关灯，就是变魔术、啊，变魔术三个刀。刀的 CD 太快了吧？刀的 CD 有点快。刀的 CD 是没调到啊。刀的 CD 是我调30秒，啊，可能是那个吧。第一场啊，10秒，第一场、啊、第一场都会是比较快的哦，就他预设本来就是这样，对，哦、所以那个没办法。嗯、好，我说，好，你说的，我跟你讲，刚刚那边登陆舱是有分两边的任务嘛，一个是插钥匙，一个是走飞机嘛，对不对？嗯、我刚刚是有看到小雨有在插钥匙，还有谁跟我一起插钥匙？你说右边那个吗？对，右边那个，右边的我，对，我也这样，也是。有人离开的吗？有人离开的吗？我往最下面走了，我直接往下走了。刚不是魔术师，我解完钥匙，我就直接往下走。就是我是看最开始啊，最开始的时候啊，我站在原地，都还在上面，所以是往下的人比较可以啊。小雨走了，嗯、还有谁走了？嗯。我还没走，我走下去只有我一个人，没有其他人。他死掉的地方没有。不是很下面，它是离那个做任务的地方一点距离而已呢。那我已经不是在做任务区了，我已经走出登陆舱，但是不是很对？你看小雨他是说他已经走出登陆舱了，所以他的位置有点只是这种说法，其实大家都被改变了，也不知道谁说的是真假，全部都是灰灰的。对，嗯，不好意思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大家的名字旁边有一个括号吗？有看到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亮哥？亮哥还是什么？我一直很困惑，我想我只有我看到吗？大家都没有对这个发出一下疑问。是心中的光明灯的部分吗？原来是光明灯啊！今年有没有你光明灯的部分？是不是有没有啊？只有三个设定，这不确定。那三个案呢？三个案呢？还有一个死掉案的话怎么办？啊，是先不管，先不管那个东西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继续。哈哈，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好酷哎！只能先跳啊，不然就是跳波波啦。好吧，你要好好讲话哎。啊，不是，你一看着就不像你啊，现在又不准了。所以波波是看到亮的就按，是不是？对，我看我一看到人倒，波波候选人，我人一看到我就按了。好，同意，耶耶。好惨，怎么了？太惨了吧！不，没有了，他没有，有三只狼很坏哦，生气。巧克力麦，我知道，我现在好冷。我现在等一下我的手会一直抖。
啊，怎么是我按的？怎么这么多人？你太多人了，不是我按的。嗯，我反而没看到有哎、欸，我也是没看到有哎、欸，什么东西？哪里？所以是在外面。我想说跟着你出去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我们刚刚不在发电厂上面吗？然后按亮按亮，我刚刚去看啊，所以我刚刚没有动，那是侦探的能力。哦，对，但是因为那个能力我们没开，所以就是那个不用管，就是按亮按亮不用管。哦、对他，因为侦探他可以分把大家分两组，然后他可以透过一些讯息去知道凶手是暗的人还是亮的人。但是那太 OP 了，因为那就透视了，我们就不开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按亮按亮就不用管，他就只把大家分两区这样子。我这边的话。能保就只有保米菲跟诺英。嗯，有看到，一直跟着你。对，我跟诺英互保，然后米菲刚刚有在跟我一起拉垃圾。我刚才帮你点灯呢，我刚才奇怪怎么那么暗？没有，你的点灯只有自己。你是点灯人呢？对，那现在有三只狼所以我觉得那个啊，米菲跟 Bobo 应该是好，因为我们刚刚从下面上去。因为那时候被换了，可是我知道外面的是米菲跟 Bobo。嗯，对。然后可是那个鸡腿是在电灯的外面右边啊，因为我们出去 Bobo 才拍到。你怎么这么确定呢、啊？你最后位置我在你旁边，大哥。但是问题是说我没看到尸体啊。啊，你没看到尸体，那你能够拍？那你不就是在你的旁边才有办法拍到吗？大哥，不是，你先现在是第一小时，你不要这样做晕了。你先说，那还有谁？还有谁有看到吗？如果你是说你们刚都在我旁边的话，那还有谁有看到那个尸体吗？我没有看到鸡腿啊，是你拍的、欸，大哥。哦，你我以为你是有看到，好了，你能够拍就代表鸡腿一定在你的视野范围内。对啦对啦，好啦。对啊，那你的位置在哪里？在那边的外面，所以鸡腿一定是在外面，不会在里面，懂了吗？好了啦，阿巧，好了啦，是你好了没？第一小时就在晕，好想跳他，他会不会自刀自爆？好了啦，好了啦，那这样我们这边诺英跟阿汪呢？阿汪刚有在那吗？诺英我可以保，诺英我知道，我在左下的凹凸房解那个装罐子的，从树房那边解啊。我想说，电房的左下角。两间房、啊、我想说你们应该会去开灯，电房左下角灯是我开的、啊、第一天灯是我开的，不是第一天啊，第一次的灯是我开的。O2 房我没印象有看到、欸、我那边外面就只看到两个人。没有，我在里面待很久是因为我不知道他要装，原来是复数的，我装一罐我想说怎么没有解掉。要给他新手光环吗？我的天哪、啊！没有阿汪，阿汪的新手光环都没了。他是大杀特杀，他是 OP 新手。可是他真的是狼猫，我们这边一定要票一个，怎么办？米菲、诺英，你们怎么想？剩三个在，一定得票。啊，那我投。你们怎么想完了？我只能赌看看啦。好了啦，好了啦，好了啦。可波波活那么久、欸，怪怪的。哎、欸，你要好好讲话了，好了，拉巧，等一下就拍你，等一下拍你。说的，好了，结束了，这三个太空战太强了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，魔法太狠了吧，这个太狠了，好强哦，是好强哦。但是他变的话，是连内鬼彼此也看不出来，是的，可能会误杀。这应该不会到内鬼了，对，可是看到自己人了，就是灰色，你连自己人在旁边都不知道，哦，这有可能会刀错，应该是不会刀到，他应该有设定没办法刀内鬼，对，刀不下去。但是就是我只意思就是说，你旁边其实是内鬼，你可能也不会注意到，嗯，很 OP， 我们调一下，把他 CD 不要那么 CD 久一点，太扯了。刀人冷却要开场的那个就真的有点没办法了。开场大家都要就地解散了啦，哦，不然太可怕了。对，大家不能聚在一起了，太危险。不行，不可以聚在一起了。我看看啊、哦，魔术师，好扯哦！我觉得我刚刚就说你有看到尸体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我没有说我有看到，我是说没有鸡腿在外面，你在那里拍桌第一小时，你就我死掉的，我听了都没有听到这句啊。你怎么拍得到那一个尸体啊？他是看到亮就暗了吧？没有，对啊，他一直点，我一直按，我一直点，他是亮的就暗了。
哦，可以一直点一直点，一直都可以啊。可是这样你没办法报位啊，因为你就只是对你自己也不知道在哪里啊。对，然后刚就是已经变身了，你知道吗？已经大家都变得跟那个谁还没进来？哦，我这个模组的可以亮暗，可以显示关闭。哦，可以哦。怎么在模组设定里面的最右下角？哦，有了，关了，显示亮暗。哦，那就行。哦，所以就关掉那就好了。哦，对，这是我是竹鼠 Unico。竹鼠魔术师，等一下是每六十秒它才可以变十秒哦。好，对，可是重点是刚开始一进去。内鬼的刀人 CD 跟技能 CD 本来就是很短的，所以建议就是一进去大家就好好的小心。嗯，真的太危险了，好可怕、啊！一进去是很可怕的哦。那个如果真的一个改变，然后三个刀，真的是没办法的哦。来，再试试看可怕的变魔术。嗯，关麦，关麦，关麦。我想去尿尿。我想尿尿。哦，我拍的。哈，团团，你人在哪里？我人在旁边啊。那就是你了。我要先说为什么是团团？我因为鸡腿在他旁边。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就是你，我是说那个是在登陆舱，鸡腿在登陆舱。然后刚刚一开始的时候一进去，我直接跑第一，没有人在我后面。对，然后我就是解个任务之后，我在办公室那边，然后就有那紧急任务。然后办公室可以看大家的心电图嘛。我就看到两个人倒了 ，Lumi 跟发发，对，所以那个在地震仪的时候，他们两个已经倒了。那我就想说，可能是在初始点，因为刀那么快，那我就回来，然后沿路拍，然后我在拍到鸡腿的时候，看到旁边有团团。啊、我说一下，因为我在那个地震仪的哔哔哔开始之前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跟团沾小雨在左下角，对。然后哔哔哔的时候，我就继续我任务解到一半继续解，然后团就往上走，就是在左下角那区的话往上走这样子。好，那我要来直接讲，我是秃鹰。刚刚其实已经吃掉一个尸体，那个尸体叫发发，但是我都还没讲的时候，巧克力直接说有两具尸体，请问你是怎么看到的？我不是说两具尸体，我是说看心电图吗？心电图有两个，你是看心电图吗？好，对啊。好，那我跟你讲，我是秃鹰啊，所以你们等一下如果把我飘出去的话，还是会有三个狼哦，好不好？哎，就这样。啊、我是秃鹰，对，好，对我刚刚吃掉发发的尸体啦，对，无情开始，那就是看那个、啊、任务，谁最后离开登陆舱啊？不是登陆舱，哈哈哈，你说你们去解地震仪任务嘛？跟小雨，我没有去解，我是在水房奥特房那边，我们是一开始就往下面冲到水房了。对，然后后来地震仪哔哔哔的时候，我往上走是蚂蚁。所以你们走之后，后面还有人。对啊，我那时候看到是小雨跟 Bobo。对，我跟 Bobo 往左边走，然后蚂蚁解掉。对，那个，所以后面还有米菲、诺英、萝卜跟阿王。我说一下，那个右边的话，我是原本先去右边啦，然后那边是我看到有萝卜。还有诺英、啊，我是有只有看到诺英跟米菲繁星旁边，所以波波已经是走慢的人了。我不是走慢的、啊，为什么我是走慢的？因为萝卜在右边啊，他既然可以先到右边，你就是慢的人了、啊。没有，你后面还有谁？我后面没人啦、啊。但是你后面没人，那就是你啊。说不是啊，那你为什么会这样子讲说？是因为是我最走最后走最慢？因为你后面没人啦、啊。他
鸡腿是倒在登陆舱，所以内鬼一定是最后离开的。那内鬼是两个内鬼，又不是我啊！我不知道啊，你后面没人啊？你刚刚已经自己讲了，那我就不知道了，对吧？我就真的没人啊！啊，然后我去解紧急任务的时候，我就是先看到萝卜先过去了嘛，我才过去左边跟小雨会合啊，看到小雨要过去、啊。我觉得是伯伯，他后面没人啊，那就只有这样子了。你们可以多观察我，我觉得。嗯，有三个内鬼，蛮可怕的。哎，等等，有两个内鬼票啊！关麦，关麦。到底是墙带都化了啦？行，好想尿尿。不是我声音太小，是我根本就没什么讲话，太冷了，然后现在很想尿尿。小雨拍的，小雨先说。哎、欸，我在那个办公室的左上角那边看到阿汪的尸体。等一下问一下，秃鹰吃三个就结束，对不对？对。对。秃鹫吃了两个。我刚刚想要在饭堂拍桌，可是我发现我是换票师，我直接报，我换票师不能拍桌。为什么？嗯我不知道，可能设定有调到吧。对，因为那时候我一直在心电图附近，然后小雨也在那里，所以我们彼此应该算可以互报。然后那时候心电图我就看到他自己的那个没了，然后我就很想要拍桌，因为我知道团团吃了两个。但是这一票我也怀疑萝卜，因为你说在办公室的左上角，因为那时候关灯之前我看到萝卜是在那里，然后我是走左边离开。哪里？我那时候看到巧克力之后，往饭堂左下那边去接任务，然后再走回去办公室的时候，没有人，就只有一个尸体在那边。那萝卜是怎么走？萝卜是问号就对了。哎呀，什么东西？你在哪里看到我？没有，你刚刚的那个关灯前后的行径在哪里？我在医疗室呢、啊，那时候遇到蚂蚁耶。对啊，我在接那个消毒间的变电。你是不是看到百变怪啊？关灯前后、欸，抓，所以蚂蚁关灯的时候。萝卜在你旁边。我是解完消毒间的那个变电箱出去之后，哎、欸，没有嘛？我说最后关灯的那个时候，关灯前旁边是萝卜。关灯我看不到他。没有，不是关灯的时候，是关灯前。那个，请问不好意思啊，秃鹰可以讲一下话吗？好、啊，那个好人方，你们要不要讨好我一下？因为其实我已经知道，我已经知道有一个内鬼是谁，我可以直接跟你们讲。好啊，那我们这一票用不票你啊？好啊，那个人是米菲，米菲把哈基杀了，然后马上把哈基尸体吃掉。我就看到你尸体，好吃。
好吃，还跟我说，我还看到你去吃了，哇，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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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的，好，谢谢你，买一张票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好吃，买一票啦，买一票，你还没，你还没票，我看你还没票，对啊，米菲还没票，小李冲，小李冲。好吃，好吃，好，你们冲了。哎怎么那么秒拍？哇，可以秒拍哦，好神哦！我不知道，我直接就按到了，他还在倒数，可是我就按下去了。太神了，应该没有调过设定的，对啊。那就先那个啦，谢谢谢谢无情的秃鹰，可是你还是要出去。阿芬，你已经吃两句了，怎么办？优以优以优以，阿芬你怎么办？这个秒拍我们真的也没想到，你们记得纪念我。感谢你，无情的秃鹰，谢谢你。啊，那我就干脆好秃鹰做到底啊！我觉得萝卜刚刚就前面那一段，我也觉得有点怪怪的，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，拜拜。好的，谢谢秃鹰。好，谢谢秃鹰。谢谢秃鹰，谢谢秃鹰。萝卜动刀啦！你知道我还要避开你呀、啊，萝卜、我还要避开你呀、啊。我还想说，有没有可能你跟麻衣都是？没有，毕竟他刚刚算是跑你，对啊，所以我们第一票波波是对的，应该是，因为已经剩四个人了，如果两内鬼都没了，换、票师还在吗？保我。换票是在啊！我动作，我动作，我动作，我动作。换票是在啊！下一下，下一下。哦哟！哎！哇，团团也是差点就要赢了。我刚刚你前面不能讲说我吃掉发发，我发气。哇，你可是你不讲也很有可能会掉你。对啦，是这样没错啦，只是我手速没有按到。魔术师真的好强啊！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！你怎么第一局就死了？我自己好啦，的确有聊爆了啦，对不起。你说你后面没人啊，就推对话，反正就一定是抓最后的、啊。刚小雨讲的时候，我应该就闭着就好了。啊，我是搭讪真的，我跟小雨去解紧急任务啊。对啊没有没有，你也没有解到紧急任务啊，紧急任务是蚂蚁姐。对啊，我就跟你一起去嘛，我们一起去看蚂蚁姐紧急任务。没有，我只是说在路口遇到你。知道你是在后面的，没有，重点是后面。点。哇，灯泡会闪。那时候我遇到你也没有用啊，他们是在讲最一开始的时候的人呢、啊。对啊，最一开始。对、啊，你们还在里面吗？我们在房间呢。对啊，我怎么进不去？你还在游戏吗？哎呀，他刚进去，他可能要读我们准备要起飞了。怎么会有麦块的？啊哈。对啊，辛苦秃鹫了。其实我刚刚团团你吃一个，然后另一个拍桌，其实就辨别不出你的身份了。哦，对了，你是不是贪吃了？对，我贪吃，我想吃两个。你差几秒啊？想吃两个，我有看到了。应该还有一段时间的，没有啦。其实我才刚吃没多久，然后我想说，我就是要准备故意按拍桌，因为我看到你准备要上来，就来不及，你先按。哦，你没拍到，有看到你了。我也是，对对对。
按下去，然后慢慢的哎，看到了粉色的，很明显。对，手速哇！来，再来咯，太神了！走起，走起！一开始就先绕跑咯，高速绕跑。我想尿尿。我想尿尿。哎、欸，是我按到哎、欸，好哇哦哇哦，那个还另外一个是我，我是站在最角落那边的，所以你那边发生凶杀案啊？你是反正凶杀案是在那个，我看一下哦，哎、欸，那张图在哪里？第一张是在书房，书房吧？对，书房，嘿、嗯，对。然后那个时候，哎、欸，那个时候不是已经变黑了吗？就是有变，嗯、就刚刚变黑的那个时候发生的，嗯、然后。那个时候我有看，在之前我跟的，我没记错是蚂蚁，蚂蚁才有跑进去。然后呢，另外里面那个人我不知道是谁，我没看。我是最里面那个躲在角落瑟瑟发抖那个。对，所以蚂蚁就是你啊。尸体是在哪里啊？住房。我们看到的有一个尸体。小雨是在医疗室吗？医疗室吗？对。右上。啊，对，那就我们两个桌上桌上，对对。那对啊，那我能问一下是，嗯、就是你是踩到谁的尸体？诺英的，应该是诺英 的吧？我那时候刚看只有跳诺英呢，所以代表三个都有跳，是又两个又被三个都有跳，三个都有跳。拍桌的那个瞬间，哦哦，对啊，看拍桌瞬间是诺英啊，对，嗯，对，是诺英。对，然后那时候有我。诺英，我只有看到我跟诺英在里面，然后另外所以是你们两个比较早在里面嘛？对，我们两个比较早在里面。然后后来变黑之后，你就看到一个黑的人影进去，然后把它咬掉，这样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是地动杀？没有，不是地动杀，是有人走进去，正大光明直接在面前。然后我就跟在后面，然后我就看到，然后呢，我在跟进去之前看到就是蚂蚁啊。啊，他是先杀还是变黑啊？没有，变黑前我就跟在你后面了。有啊，蚂蚁跟团团是一直走在一起。对啊，我是走在里面的。蚂蚁你有职业吗？我的职业就船员啊。没有啦，蚂蚁啦，就是蚂蚁。发发雷，发发发发！我刚刚有看到你走进蚂蚁了。蚂蚁职业是蚂蚁。你在欧兔堡，那不是你。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本上面怎么。那这边的狼坑很明显啦，小雨跟阿旺互堡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跟团，有注意到一件事情。发发在那个团团这两场都活很久、欸、很好啊，他不要跟他死了，上次回他活太少了，他上次死太早了，还是会不会是团其实是那个坏人？没有啦，我不是啦，真的啦，相信我。真的吗？是蚂蚁活很久、欸，不是你吗？我觉得你第一场而已，大哥，第一场好可怕。我跟你讲，就是蚂蚁了，因为蚂蚁就讲船员啦，就。船员太多，对不对？没事啦，应该是说，应该说他那种状况，如果他也很惊讶的话，他应该会第一就是像东一样，第一时间就跳出来说他是谁谁谁。对啊，刚刚去有点像是半被攻击。我一直都很镇定的。那这边狼坑，我觉得他刚刚说啊，可是我变黑了，有点怪。我也觉得，确实。那是就是卢米啊，卢米跟萝卜很危险，冷静，然后换票还活着，哦，一分钟哎。
阿汪死了，阿汪死掉了，阿汪死了，啊，他很新鲜哦，我不知道他在哪哎、欸。我是拍桌的，大哥哦，你是拍桌，我是拍桌的。你是怕就是秃鹰吃太多之类这种吗？类似对，我都没有。可是现在都是被拍出去了，秃鹰，我觉得秃鹰死了。我也觉得。然后我觉得刚刚过那么久时间都没有变黑，我在想魔术师是不是也是死了？所以蚂蚁应该是魔术师，我觉得。啊，有可能，因为刚刚确实过很久。魔术师经历多久？我在接任务，60秒，还是大家有职业啊？有现在还有人有职业吗？我跟团啊，我是扣连的船员，我是点灯人，我是船员。我是扣连船员，谁是医生？没有，我要说阿汪这个真的很新哦，因为刚不是解完那个紧急任务，我路过办公室的时候看，就是大家所有人都还活着。嗯哦，那真的是那很新哎、欸。对，我这边狼坑应该是米菲跟萝卜吧。我没有看过米菲，露米、哦、是点灯人。我刚刚去解，不是跟你走一起吗？然后我就去解，结果看到上面有人，然后我就往登录窗走到电房那边。你看到谁？我看到一群人。可是我跟你讲，刚刚在那时候阿汪还在，可是他后来就不见了。我跟你讲，阿汪的路线是他从解完紧急任务之后，他就往下走，他往灯房那边走，所以你那边可以真的蛮大的。对啊，因为我是侦探，电房、欸，我是侦探，只有看到脚印。对啊，因为其他人都在右半边啊，不是吗？我那时候看到一坨人在右半呢、啊。米菲，你们两个在左半边这边，对对。哎、欸，小雨是医生吗？萝卜啊啊！你是医生吗？还是团团是医生？我不是。我是扣连的船员，可是刚刚小雨这边有说阿汪这个很新鲜，那对应该偏好一点吧。他第一场跟阿汪就互保，他们没有对我第一场是跟阿汪走在一起啊，我是到医疗室，医疗室哇养太久吧，我在医疗室那时候不是一大坨人吗？然后我后来就下去研究室，上来的时候就那时候是应该是你们跑去接那个了吧，去接紧急任务，然后我在出来门口的时候看到一群人又走过来，那时候就没有阿汪了。所以我那时候想说，哎、欸、啊，你们不是一群人走在一起，然后我才走去办公室看到大家都在活着，我想哦，那应该没事吧。哦、然后结果发发一拍，然后我才觉得他阿汪死了这样子。对，没错，所以我才说他很新，因为我刚就是刚看完的。那我觉得就是米菲跟我们这样出谁呀、啊？没有三只手当狼的啦，不好说、啊。不好说，不好说。不然如果你是什么？哎，魔术师啊。那魔术师你个头笑死想一下哦，这样你们觉得你们要集中谁啊？剩十五秒，好，我们先投繁星好了，然后让小雨跟米菲贴贴，米菲先，那就繁星好了，把繁星贴了，因为我很想贴，让小雨跟米菲先贴贴一下啊、你最近去找小雨了、哦、我真的都没看到他、欸。我可以变魔术好吗？哎、欸，好夸张哦！我可以变魔术的哎、欸。变魔术什么？我们拍过用过了，要等可以变魔术的哎、欸。我以为你刚刚要变魔术，然后去刀人，按不到，然后没有没有，那个谁 ，Bobo 被套盾了、啊。哦，难怪你一直追着他，对吧、啊？我想说，我说那时候刚好四人汇合的时候，是一个变魔术的好时机。对，可是他们，我觉得他们已经记好每个人的位置了。是比眼力了，然后米菲应该很难的，难了，难了，已经被揪出来了。哎、欸，团团套波波蹲团团都不承认，都没有票啊！波波一直很好奇，小雨是你套我的吗？那是谁套我的？还是问谁是医生？嗯、啊，我要去尿尿。他刚刚一直在问谁是医生，所以医生在哪里？欸、医生不理他，团团不想理他。医生套蹲，医生不说。医生说不定团团其实想要那个打别人，不然打到他很气、哦，浪费一个疫苗在你身上。哎、哦欸，我觉得这几率蛮大的。啊，团团危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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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略过，略过，略过。米菲要出动了吗？米菲，哎、欸，狂追，狂追，狂追。哎、欸，
啊，这边两个人啊。啊，没看到。有一个完美的错过。他头上戴着便利贴啊，很强啦，没办法撕掉啊。他手上是那个拳套，他也撕不掉啊。拿不到自己的那个，啊、他钻的、欸、哦，这样看不到了，看不到了哦，去哪里了？军哥瞬间找不到目标。对，诺伊要不要解一下任务？他们感觉差不多。那你解完了？哦，你解完了，在显示 bug。哦，你的那个名字我看成三，他改掉了。欸、啊，就波波阿波，我就不解完啦。看哪，我是要多久？哦，波波在医疗啦。六杠八干嘛？全世界都在等他。他消毒间往那个实验室走。欸、啊，露米被吃掉了。哦，露米被刀了，没关系。登陆舱底下这边吃掉不是秃鹰吗？Oh, 没有秃就是我，秃就是我，啊、他是说被刀啊，被刀。那就看他们找不找到，或者 Bobo 到底要不要解任务？欸、任务到底要多久、啊？就差他一个。他们往左边走，会看到。要拍了，还在那边看心电图。有了啊、哦，就剩他一个。用米菲尔吧，他超怪的哎、欸！你刚刚，然后你旁边一直动了，他超怪的、欸。我们刚三个站在那个新电影前面，然后他走到那门口，然后感觉好像吓到，然后直接走掉。对，他走到门口，对啊，是我啦，我们结束游戏。米菲刚刚想刀我哎、欸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我跟你讲，我刚刚心脏真的跳超快，我没有办法停下来。我一直说我不能当坏人，因为我真的心脏跳超快的。没事，重点是为什么每个人都是八支八，那有人是八支六啊？米菲借票、哦、啊，票拿，我跳两个任务票。我在逛任务哦，不是，我是明明是无敌，然后任务都在等他、啊，写小品哦。我是全世界都在等你，大家早就都完成了。哎、欸，我想说，我应该是最慢解完的，因为我前面有做别的事情，结果居然不是、欸，我吓到。没有，我解完才解完一两分钟，然后看他还在那边八支五、八支四。哎、欸，我有故事，我当然是逛街吧。笑死，全世界都在等你啊！我有护盾哎、欸，我超强。有护盾还不赶快做任务？哦，我先逛街、啊。你又害怕，还不赶快做？对啊，我在逛街呢。不是，而且团你帮他打针，你怎么都不承认？我想说真的没办法，我在招嘛。我想说不用那么早。你是不是不小心打歪，打到他身上？我刚跟阿光就这样觉得，你想帮他打针，你想帮他打疫苗，很气打错哦，他那边问不要说，没有，因为我就想说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有两狼嘛，我就想说如果讲出来狼，因为等一下又马上跑过来找我，把我咬掉。你这么想说，结果他一直问，是小雨吗？谁是？对，就包括直接把我出来，没有你，只有你，笑死。我要感谢医生大大。重点是他都不理你，我们幽灵就看得很好笑。我就直接闭嘴，假装没这回事。来喽，换一张喽。可是你就算不讲，那个情况也是剩下你了。对啊，没错。笑死人了，他还是不知道。笑死你们，很不舒服，觉得很奇怪、欸。哎、欸，我看看啊，那叫什么？我们这一场开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哦。什么？多可怕？哎、欸，等一下哦，我再看一下，怎么它的说明不太一样？定身，如果被诅咒玩家不能到那么拍的吗？再被诅咒玩家，那我好像也在拍篮球，那我在踢足球。下之前，好可爱哦，我可以踢吗？你不行啊，那帽子拿去找了。哦，那有点中间偏下。嘿嘿，我的头片好可爱啊！你这个头哦，我懂意思了。新鲜犬呢？
Money, money, money！ 给我钱，我钱呢？我们开启一个很可怕的，叫做咒术师。咒术师，魔术师换成那个，他叫咒术师啊，我们就叫做咒术师，比较简单，比较好念。好，咒术师是这样子的，他诅咒别人，比方说我是咒术师，我诅咒发发，那我就可以远端刀掉发发旁边的人。哇！我诅咒了方法，方法那方法不会发现，也不会有怎么样感觉。那就是方法旁边只要有人的时候，我就会有一个诅咒的刀人可以用。那就是按下去，方法旁边的人就会被刀死。哦，还有远端刀人，我诅咒方法，这好有趣。对，借刀杀人，这会不会你的手无法控制？那如果方法被飘出去的话嘞，不能远端了吧？是找下一个，应该诅咒一次，就解咒了。再找一个替身死鬼死者，死鬼没有没有没有那样子没有，就是我诅咒方法远端方法刀人，那方法诅咒就会解除，那我就要重新去诅咒人这样子。哦，对，哦、一次而已吗？就是一次。对，哦、那杀人跟诅咒你可以自己选的，那 C D 也是都是共有的这样子。嗯，那如果咒术师使用诅咒杀人的话，咒术师会在自己原地定住五秒钟。所以如果你看人家在大马路有没有忽然间停住不动五秒，那他可能就有点诡异。所以建议就是诅咒师，你想用诅咒杀人，可能要在任务点之类的，就可以比较好去伪装，不会比较安全。诅咒师来了，要小心咯。所以彼此贴贴很可怕，你旁边可能真的是好人，但是他只是被诅咒过了，所以不一样。诅咒之人，还是自己走好了啦，最安全了。哎，那就来试试看，走起 ，Go Go Go Go！ 我连四郎，哦，能把我玩到肚子多痛啊！终于是船员了吧？来吧，诅咒我。凡凡，不要靠近我，他很可疑。为什么不是现死掉算了？死掉也好，不用盘。反应奴，哦哦啊，怎么他先死了？他死在哪里？等一下，第几张？第一张、第二张？哎、欸，是第三张。最新的，最新最后一张，最新的最新的。要往解下面那个任务是什么？反应炉。我忘了下面那个。反应炉那边的右边一个，我忘了那个地图。啊不是有贴了？啊，不是有贴了？最新的、啊。我刚刚这边走两步。啊。电房吗？Discord 有8点51分，8点51分。啊，最下面的哦哦，这张吗？啊，好，你可以说，你可以说。哎、欸，我刚刚吓到，我忘记了，怎么办？我看到他死在这里，我们要去解，好像是在货仓的位置那边。货仓他倒在那边，还是电房？哦，反正那边是不是啊？我跟小雨经过那边没看到人、啊中，我经过的时候没看到。他在门口，他在。电房的下面门口那更不可能。我跟小雨有经过那边，没有没有，我跟繁星度过完全没有东西。你自拍自刀？真的吗？不是不是不是我，因为我刚刚本来要去解那个下面的电的任务，然后我就开着 tab 在那边走路，就突然间发现，哎、欸，右边的举报亮起来了，我就赶快按。哎呀，为什么你要解任务？我们是反应炉的紧急任务呢？对啊，我们要反应炉呢。不是下面，不是在对啊。反应炉不是、欸，反应炉在最左边呢、欸。反应炉是最左边，对啊，反应炉是左边、啊。我刚刚是往左边，没错。是那你的路线很奇怪哦。没有没有，就是我看到的。不是啊，我们听到的是这样子啊。对啊，我跟小雨路过那边都没看到尸体啊。对啊，
可是他死在电房的下面，就门口的。对啊，我跟繁星是从货仓走那个电房下面路过，你就拍桌了，完全没有，那你就拍桌了。我们经过三秒钟哦。你确定他死？你是被诅咒啊？那 我们是不是出生一开始是在饭堂？是不是？对，有可能，有可能，对，出生是在饭堂。因为的确一开始诅咒很快，对，有可能。你怎么知道？那被诅咒了。我说有，因为跟那个、啊、魔术师很像啊。对，一开始其实有一段时间，波这边我应该可以，如果他死在电房，波这边应该可我可以保，因为我刚看到他在反应炉要去帮忙接另外一边。然后阿翁我也可以保，远端刀人怎么办？不是，对，远端刀人他要站着不动哦。假设你们假设你们是要说是咒术师，是咒术师吗？嗯、咒术师杀的话、嗯，那就看一下有谁，你们有看到有谁在那边站着？对，谁站在那边不动？我跟反应是都在移动中，所以不会是我们两个。我也是移动中。我站在反应炉的其中一个，我按然后我正要往下走。我看到发在上面之后，我就往下走。可是这样问其实很悬的、欸，因为大家都是对哈记，因为刚好又在紧急任务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但应该会说，米菲你中间有遇到什么人吗？对啊，你中间有遇到什么？我忘记、啊、我刚刚看到，我就赶快按，我吓到，然后我就好那我们 skip 好了。好，我再继续看。你下次站在尸体先别按，等人来好了。然后阿汪的话应该也可以保，因为我那时候在就是站在那边的时候在找东西，然后阿汪就一直很担心我。我在找地图，你也在找地图，我刚也在找地图，又在找地图，我看一下在哪里。哦，不能让米飞啊！哎呀，阿纪跟米菲吧，妈，看这边最危险的哎，好恐怖哦！然后之前看到实况组啊，故意就是打开这个咻咻咻咻咻，然后那边秀操作，我觉得干有必要吗？他是很帅吗？然后就是连不到，一直在那边笑。我那时候在看的快笑死。白痴哦、喔，等一下啦，被音乐吓到了，感谢利恩。啊！被看到哈记跳地道，诺英死在旁边。我刚刚抓到你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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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到你了。你说你在哪里看到我？我在炮房要走出去饭堂的那个地方，刚好看到你往下跳，诺英死在旁边。可是我人是在护盾室呢。没、哦，刚刚驾驶室应该你没有看到我在解那个任务，然后我往错了，往下走了。变怪吗？百变怪吗？怪哦，有啊，有百变怪。因为是魔术师换掉那个啊，诅咒的、啊。对，哦，所以这一局还是有百变怪吗？对，哦，有。的确是刚呕吐房有，刚有谁去解任务的？有一坨人在那边。你是说刚刚呕吐是我解掉，我最早到。嗯，哦，我不在，我刚刚往后面到。我也是后到。你后到，去矫正。我在中央室有看到团团、Bobo， 还有一个 boss。我啊，那是后面、啊。我一开始有，前面那时候中央室一亮的时候，我看到那边很多人，我就走去呕吐房。饭堂那边我有看到那个，那个谁啊？那个紫色叫什么？麻辣，麻辣，火辣，火辣，好辣，辣，好辣，辣，辣，辣。嗯。这边是真的没有看到哈基耶，所以刚刚这边有三郎哦，这边有三郎阿旺
繁星，刚小雨还有谁？小雨我跑到埃及凹凸，小雨那就是最后也是在凹凸房。嗯，最后的时候我跟阿汪跟米菲在电房，对，拍桌的那个时候，所以我们很远。嗯，因为那时候有看到我跟花铁护宝。我觉得 Bobo 这边应该是偏好一点。对，然后小雨，我觉得小雨也是偏好。哦，我冲第一个，他是好，他是好。对，因为你说你只有你一个人在 O2 那边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时候最开始我解掉，然后大家才来。变的几率蛮高的，应该很哈基，因为驾驶室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哈基后来到哪里去，我只看到他走进驾驶室，后来我就往下走。没有，不是我。那时候是不是这次不是我，这次不是我，那前面哪个是你？对啊，哪个是你啊？画错了，是你杀的。米菲是又狼啊？不是，我不是。那我觉得米菲不会是的，米菲这么强，对啊，怎么可能？哎，你这。你刚说什么？我觉得他的反应不会像是狼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如果我是狼，我觉得心跳跳很快了。什么鬼？我心跳跳很快，心跳跳很快，我心跳跳很快，真的、啊。谁啊？谁啊？三狼哦，我的靠近一米三的蚂蚁啦，自由行政吧？是蚂蚁，被冲掉了，被冲了，被冲出去了啦，好玩了，哇！我怎么每次那么早死啊？我刚刚看到下一秒画面是小雨走上来，我是被诅咒了，是不是？走哪边？有人诅咒你啊？怎么了？什么？就是我们刚走到饭堂一半，然后我看到我前面波波变成一个骨头，我想说，我要去拍他，然后他就拍了，就是变那个鸡腿啊，就直接把我拍了。那刚刚有谁没看到谁吗？因为我刚刚在电脑那边中间路过的时候有看到蚂蚁。啊，有没有在动？我们只要看有没有在动就好了。那个时候，蚂蚁站在护盾室的，是护盾室啊，还是 WiFi？ 那反正那边有一个通风口，然后他就站在那通风口上。我想说，这个人很奇怪哦，我白痴哦。而且你没有发现你身上有一个什么东西吗？哦，他医生哦，我一直暗示你。哦，真的，你可以直接、你直接讲没关系啦。哦，我是医生啦。哦哦哦，好，那抱歉，对不起，医生。等一下，我们刚刚有一群人从电房从右到左是谁啊？电房，我不知道。对对对，好像，我是不是刚最后的时候？我刚看到你是不是跳到那个通风口里面？谁跳通风口？谁啊？谁？谁跳通风口？谁？萝卜掉了？谁？我在电房对啊，电房里面不是有个通风口吗？啊？是有啦。我在心里面的披萨，你要吃吗？那里有。我是看到他站在上面，还是他跳下去了？他跳下去了。好，那你讲清楚，来票，我跟你换票，要不要？我换票。我觉得，我这百
我觉得 Lumi 这边蛮狼的、欸，我觉得 Lumi 怪怪的。狮子刀自拍，你点灯人？对，我是点灯人、啊，可是我也是点灯人诶、欸，点灯人，哎、欸，那 Lumi 蛮有可能，因为在遇到你是换票师。你不要，你刚说你是换票、啊，你怎么又被點燈、啊？你来啊，你来来都票我票我来我来换我换给你看，我点给你看，我还是工程师哦。不然我们可以反正票给萝卜啊，反正他自己可以换给他自己想要。来，可以换到卢米。因为如果在中央吃那时候，我是有遇到萝卜跟遇到卢米，没错，就是那个时候要解氧气吗？那时候好像是氧气。那时候蛮怕他的。对对对。欸、对啊。啊、没有，小雨，我一开始就跑你啊、嗯！你在解氧的时候在你旁边啊，第一轮的时候。啊，我在讲刚刚那一轮呢、啊。那团员是什么？发出来声音。对，是一般船员而已。那完蛋了，我也是船员。船员太多了。那完了，厨师。完了。好、啊，那就算我出去啊。给你决定吧，给你决定。啊哦，这给我决定啊！我以为你知道是我出去。那我要给，我要给，不会换掉的萝卜。那萝卜不是换票是？好了好了，萝卜，给你决定，给你决定。好好，给你决定啊，决定。对吧？这样责任又不在我头上，然后又可以验证自己身份。我觉得很棒。Nice， 可以换死人吗？不行、哦，可以死人，你可以直接当死人哎、欸！你怎么不换？你不是要换？你不是要换？哎，你不是要换？哎，靠，要点第二下、喔，白痴！哎哎哎！不对，直接丢给你，结果你把自己玩掉，那也没办法、啊。玩。哎、欸，要点第二下，我不知道。我第一次当换票师哦、喔，你没有那个，你身上没有那个箭头啊，没有按确认是不是？嗯，没有没有，换票师没办法换自己。没有，我有点 Lumi，、哦、我有点 Lumi。对啊，可是你点 Lumi 没办法再点自己，他是交换两个船员，没有自己啊。那、啊、什么？上次有人跟我讲说可以。可恶！因为你可以看到自己旁边没有那个转的哦，对耶，尴尬了，糗了。但是你刚刚转也是转那个啊 ，Lumi 嘛，嗯 ，Lumi 也是点灯人，我真的是点灯人哦。我就觉得团团怪怪的啊，我真的是。阿旺这边刀了米飞，这正中间出舱室，阿旺自刀自爆上去。我在下一期是有遇到发发，我要说阿旺应该是自刀自拍的点吧，对的。不是啊，我走进来就看到。是死两个哎、欸，我不知道另外一个在哪、啊。可是因为那时候不是关门，然后关门的时候，我跟阿旺跟米菲在那个中央室那一块，然后我一走掉之后，然后那边就剩他们两个嘛，然后阿旺就拍了米菲的尸体。可是我不知道啊，我刚刚就想说门都锁住，我进来看一下他那个桌子，然后就看到尸体了。那可是没办法，我的视角我一定就会觉得就你怪，因为我没有看到其他人，除非是有人跳地洞出来哦，一个砍，然后你走进去刚好看到的。就对吧？我也不知道，嗯。啊，反正我会投阿旺啦。你们来辩论到我们有一个终结点吧？你是一面倒，阿旺，你怎么就这样子？不是，因为小雨追我就往上走，然后我只是走进去，我就看到尸体。那就是小雨啊！你要踩、啊、没有？我离开的嘛，我打开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门一关的同时，我还被门夹到一下，超痛的。我被夹在那个二号路那边，那个二号那个上下门直接关起来，我跟阿旺两个在那边看，然后米菲往右边中央室走了。那我要问一下，你是踩到谁的尸体？是诺英的吗？是，米菲、欸，因为有两个啊，诺英跟对啊，不是有两个都是粉色的，是不是？两个跟卢米啊，那你是踩到谁的、啊？我还我不知道，还是你是看到亮了你就按，我就走进去了，看到一个就他就看到一个粉粉的尸体吧，粉色一半，我怎么知道上半身怎么样子？你看他有没有拿伞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小雨伞？女生换一个发型也是换发型啊。不是，他就
我觉得是小鱼，不是，我觉得发发这样根本就没什么看到我，然后这样食材我很怪。可是波波在那一刀，你就在下面，你要从下面走上来啊。然后你什么波波那一刀？可是这一局我觉得应该不是小鱼、欸，因为他走掉了、啊。因为他没有，没有，应该是说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阿汪发现尸体的地方，我根本就没有走进去。对，是，等一下，我重新解释一下，我们是在二号路口被关，然后有一个粉色的，不知道谁先走进了中央室，然后因为我们上下都去不了，然后小雨往上之后，我想说，我进去看一下里面中央室的桌子，然后我就走进去，就发现刚进去那个粉色的家伙死了。他拍桌的时候，我已经走到快到电房了。其实聊爆了。那这里就是、啊，所以我觉得，那团团，你人在哪？对啊，团团，你人在哪？啊，你说我吗？我在上引擎室那边。上引擎室。对。不行的，要归票嘞。我在上引擎室，因为呢，我刚刚就是没看到你。之后呢，我任务在左边。我是后来才走到上引擎室的、啊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我觉得发怪吧，他就一硬要踩死人。不是，这是什么票？这是什么票？哎、啊欸，我们还有，嗯、啊，没事。什么啦？他们只要有刀就好了。内鬼都不集中票哎、欸。他们只要随便刀一个就结束了。他没有拍出吗？哦，对，完了，现在不能拍。哎、欸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没有要等任务结束啊。紧急任务结束，对，任务结束，他们也都差不多了。可是刀有这么快吗？没有吧，好像没有、哦。刀四十秒，完了。粉团来了，哎呦，那有机会拍桌、哦？我锁他们拍过桌吗？还没，发发要拍，还没，完了 哦，有差一点嘞，有差一点，他没有讲话，他没有讲完啊，然后那个票是什么鬼啦？我们刚刚没聊够。我跟你讲，我会觉得是小雨的原因，是因为 Bobo 那一个尸体就是他在下面，然后。就是你知道我下一秒就看到他，所以我就只能踩他。那他跟麻衣这边又互通，那我就觉得那两狼可能就是他们两个啊。哎、欸，我前面是在踩麻衣的、欸，我在你面前捡紧急任务呢。哎、欸，喵喵，你要想，我跟麻衣不是互保，一开始不是互保，是我踩他踩到底，然后他跳出来说：“哎、欸，你有没有看到你身上蓝蓝的？”然后我才哦，对，他是那个哎、欸。我一开始是踩死他、欸，我跟他不能是共边哦、喔。可是等一下，我现在觉得很。模糊的点是，为什么刚刚你踩阿汪，阿汪不踩你这件事情，我也很疑惑啊。所以我跟你讲，阿汪那一票是我票的，因为我前面一开始就觉得是他，然后我就先票下去了。可是阿汪，就我就觉得也不是小雨。我跟你讲，老实的男人是好男人哦。不是老实的男人，小雨就没有进中央室，我没有进去。等一下，我真的没有进去。问题就是，你知道他，你不这样踩他的话，你就是狼呢。不是啊，我自然就是他，可能是被诅咒的人。诅咒哦，被诅咒之人嘛。哦，有机会，这有机会，也是对嘛？他旁边的人会死掉嘛？那可能他是前面他有遇过谁？对吧？在我们被二号被关起来之前，我不是一直动，一直动，一直动。你是什么？你的身份是什么？我一样，我就一直动。没有，我觉得你这样怪怪的，因为不然小雨为什么要在这么小的空间，然后还要用远端杀人？对呀，我就自己砍掉了。如果我觉得怪怪的，我为什么要现在拍桌？我是觉得为什么你跟他互踩，然后结果你不踩他，这个是我无法理解的点。我觉得现在超混沌的啦，到底在干嘛啦？我砍沙发，很狼啊！我砍沙发，我真的没有砍他。不是，我就觉得小雨不是，我真的没有。你看，那我真的我那刚刚那票团团是我票的，我就觉得那如果我们这边都排一排，那就只有团团而已啊。那我们就票团团了。不是哎、欸，什么鬼？你们咬到这个、啊，然后我在旁边在那边看，然后看到之后却跑到我身上，我傻眼。有你知道他上一万，我从头到尾都在左手边。我都在上引擎下引擎，反应堆在解任务。
然后你妈就中枪，我靠！我为什么会推你？因为麻衣说他是医生，然后小麻那个阿汪又没办法踩小雨，那小雨这边我觉得很奇怪，可是不是？你知道凭你这样子，我觉得你比较怪，你的底下跳来跳去，没关系，完了，麻烦你一下跳谁，一下跳谁，超奇怪的好不好？这个角色，我这个角色就是想要找出凶手，好不好？你是不是小丑？我就是很好的职业，反正我的团队就是你跟团团跟小雨，反正我觉得是发发啦，我觉得发发一定是一个，然后我觉得是发发跟阿汪啦，就这样。怎么办？要选谁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超好笑的。我的妈！好拖时间哦，跟蚂蚁没票、哦，好好乱呐、啊！蚂蚁上一轮三个好人，也不算好人，两个好人，一个中立，一个第三方，对，都果断的票。然后这一次，然后两个内鬼反而莫名其妙不票，然后这次大家都票了，反而是蚂蚁没票。哎呀，氧气是不是要没了？要没氧，要没氧了。没氧气了，耶！我赢了，氧气按的，我的天啊！氧气十吧，耶！我按的，对啦，哈气！不行，我要死了！你要这两刀吧？到底在干嘛？到底到底？我不行啊！蚂蚁，你怎么这么没票啊？好爽啊！你知道其实刚刚我们五人局阿旺，其实你不用多讲什么，你只要就顺发发的意推给小雨就赢了。对啊，没有，但是因为他那样的呈现也让他变得蛮好的，你们找不到他。但是是你们上一轮你们两个内鬼随便票一个人就结束了，你们最后我没有点到。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就是点小雨的那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他提早了三到五秒票，不然他最后一秒压秒票，他有时候会 bug。等一下，我一开始我这个死人找了两个人，然后最后一轮他本来是好人又不票了，我没有，我也不是好人呢、啊，我是超内心的你，对啊，超内心的你都没票，太晚。你怎么又不叫秃鹰啊？所以诅咒是有用有玩到吗？不行，有玩到一个啦，就是波波的尸体是我用诅咒刺杀的，对，我是你诅咒的，所以是你诅咒小雨哦，不是发发发发发发是发发吧，我诅咒发发发发杀的，对啊，我走过去突然看到爆开啊，然后就发发还说是我，我以为是我，他被没有，因为他被诅咒，所以他没有感觉，对他没有感觉，我想也是觉得是你。我一开始倒了两个人，他们最后在互踩，我的天！我刚才就想丢团团，阿美要陪我丢女的，你哪有一个是你想丢我？好不好？不是两个是谁投我？发发跟谁？我谁投我？就是发发跟那个啊，你们两个鬼投，没票啊！哦，是没票的，对啊，没票。对啊，就至少随便投一个出去啊！对啊，哎，很关键了，哎，没有那个五人局就真的要把一个票出去，一定要票。你是好人的话，就是如果关键局真的一定要票，但是上一轮内鬼也是让你们活，因为内鬼那时候随便票一个就那个三个票都分开，有更好笑的。我们在上面看的都很着急，想说内鬼怎么不票啊？有内鬼怎么不票下去啊？没有阿旺真的好真诚哦，还有我真以为他不是，可是因为我是秃鹰，我知道那个就是他那边突然冒出来的箭头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是其他人吗？好慌张的样子，特别像坏男人，真的坏男人。我只是内血更混乱而已，好爽啊！哎呦，刚刚那场真的是很混沌了，我快笑死了，我快笑死了。团那时候就很狼了，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没票出去。反正你最后那个氧气是我搞的，没有，因为你前面一直在就是在我跟那个阿汪头上。对，然后突然又说，就是啊，那不然就是团团了，那就是大家还没有因为团团都不讲话。不是啊，你们两个，你们刚前面讲超多，我不知道怎么讲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
是我觉得最看的是小雨踩阿汪，然后阿汪不踩他，我就觉得干，那就超怪的、啊，为什么没人想把他票出去？所以我票他了。我就想说，小雨那么保阿汪，那好，那我就想说，那我就抓另外一只狼。我没有保阿汪，我没有保阿汪啊。没事，来，接下来好人感觉都 QQ 一点，我们点灯人换工程师，大家最爱的工程师来啦。好好笑！我听到我头好痛哦、喔。继续嗨起来，小心诅咒师。哇，等等要去厕所。我头发没换。欸，怎么都是他先死？哇，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先让我讲一下，原来游戏已经开始，我刚跑去上厕所。对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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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第几张图啊？我看一下。对，同一个小姐有换吗？刚最后一张啊，等一下，我刚是不是说过看到尸体等我们到？我刚刚跟发发走经过那个通道，然后再看就是要去修那个电灯的时候，我往电房那边走过去。我就看他死在那里，然后我就直接开了。发发在驾驶室呢。他刚没有往我这边。我刚刚是经过那个通道。我跟他一起下去要去解灯，结果灯开了我就走了。对，然后我直直往前走，因为我电房有任务。哦，所以你在电房开的吗？对。那我要说，我看到百变怪了。谁？我看到原本是一个发发，突然变成哈基的样子。好、啊，等，那应该是现回原形的瞬间被我看到了。哦，所以是哈记是不是？对，我还你原形。我那时候还想说在那阵，然后我发，然后突然啊，怎么变哈记？哈记，哈记。好啦，哈基不知道，你真的不知道，拜拜。去陪一下巧克力啦，他已经连续三场都对，去陪一下他，去陪一下他。好了，没事，先聊一下天了。我拱出来，我拱出来了，不管了，我拱出来。那个波波露米下来吧，拜拜。乱讲话，乱讲话，都被恭维。完了，我不知道让巧克力活下去。
我被诅咒了，我被诅咒了，我被诅咒了。你被诅咒了？对，我在电房，然后我刚刚如果是离那个比较近的话，是那个小雨、阿汪、萝卜，然后小雨应该是好人。那波波超怪的，我跟阿旺刚刚我跟你讲。可是对啊，我跟萝卜都没有停下来呢，就剪一下，啊、但是没有到那么久。那我们就走了。那在前面一点的话，我们一开始那边第一个氧气那边，对不对？就是进去之后第一个氧气、嗯。你知道小雨为什么一直跟着你吗？因为你不是把哈基供出去吗？对啊。然后因为我就觉得你是好人，所以我要跟着你。然后我你超怪的、欸，你知道我们开场一下来，然后他跟我在那个货仓绕圈圈呢、欸。对对对，我跟你讲，我说好听好听，然后我就快跳反那个萝卜，我就说萝卜救我。他都不认得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回想一下，第一个有经过我身边有谁？因为我印象中就只有谁知道那个萝卜、阿旺和小雨。然后第一个前面，刚我们两个都有一直在动啊。对啊，我们一直走，然后我们就直接走掉了，我们就直接散人。所以等一下，所以尸体是在哪里？是在电房？在电房？他说在电房。对，我被诅咒了，我被诅咒了。我没有往电房。被诅咒？没有。我刚刚跟米菲在那个 O2 房，在修氧气。对，在修氧气。我在看引擎。这样是不是？我在中央室。蚂蚁跟我那个解氧气。对对对，解氧气。他来的时候，我刚好解。所以我们是解氧气组了。氧气，我们是氧气人，可是氧气，刚刚对氧气是人，一定有一个人停下来啊！啊，你们要不要想一下？谁？不知道我谁？我现在已经有路过看到诺伊路过，可是说真的，如果停下来的话，那也很有可能是在解任务啊，所以感觉用停下来就是确认这个杀人。有点难，因为是这个现在是这个最能证明的，你懂我的意思？你有自拍，因为你知道刚刚那个时间，刚刚那个时间是刚氧气刚解完，然后没多久你就拍了，嗯，所以才会有发发说的这个状况，就比较尴尬一点。那有人重叠一起叠氧解氧气的吗？重叠没有。重叠没有哎、欸，重叠没有，我没有。我要问团团跟那个，我先解到一半，然后团团再说。然后我就赶快把它弄掉。对，自己解的。那米菲，你先离开吗？是还是团团先离开？米菲先走了，米菲先走了。然后我是已经叫出那个界面，然后结果呢，就是我就是在输那个数字，然后我比较慢输完，我输到一半的时候，米菲就已经解完了。那另外一边呢？因为另外一边是中央四。我刚是先说完数字，我才看到你过来的、欸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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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我觉得我觉得你那个时间差，你要再想一下。那另外一边中央四是谁解的？只有蚂蚁在解，我在旁边看。啊，那这样的话，我觉得解完的时候是团团呢。啊？为什么是我？嗯，我就觉得直觉，女人的直觉。不是你是他，我觉得波波很怪怪的、欸，我觉得波波很怪、欸，他在电房待了100年呢、欸，真的、啊，100年，假的，波波啊，记得解任务哦。来，我先说一下，刚倒两个对不对？一个是团团，然后一个是阿王，然后我先讲阿王。阿王刚刚跟繁星在 WiFi 房里面。啊，对，我有看到繁星跟。然后我出来的时候，然后我在那个护盾室，然后看到团团倒下的瞬间，然后有看到那个繁星走过来。
哎，我重讲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我觉得我刚刚说那个叙述的很奇怪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先讲呀，不是，我先讲一下。我刚刚我按到是团团的尸体，然后团团是被诅咒杀掉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在你旁边吗？对，他在我旁边，他在我旁边倒下的。啊！又你又被诅咒了。对对对对，我先说，我先说，你先你们先。好，你讲你讲，拜托拜托，就是他被诅咒倒下之后。然后我刚刚说嘛，就是我在经过那个我要去护盾室的时候，有看到阿汪跟繁星在 WiFi 房里面。然后刚刚是不是有跳出两个尸体出来？一个是团团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一个是阿汪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这边的话就会先拍萝卜出去。嗯。但我觉得诺英这边应该就是你说的那个，哎，你说那个酷酷的职业，对，因为其实一直都没有看到诺英，我也没看到他，哎，酷酷的职业什么酷酷的职业？是那个，但是那个我刚刚，我们刚刚，我刚刚在中央室的时候有，对我有跳，我有套盾，我现在盾还有在。我刚刚在那个中央室的时候有跟发发，我觉得是米菲、蚂蚁有贴贴，都有推贴。我这里啦，我这里是看到那时候不是有电吗？就是有那个紧急任务，然后团团、阿汪跟繁星三个人往下走，往下走之后，那个阿汪就被拍桌了，然后团团也死了，所以我觉得繁星怀疑很大。繁星，你知道？繁星，我很错愕，是两个尸体同时在我面前爆开耶。两个在你面前爆开，就是没有没有那边一个爆开，我这边也是爆开，你知道吗？我这边能确认好的就是蚂蚁跟那个米菲，因为我们三个基本上都是黏在一起。我们这那个粉红色是米菲，是不是？是啊，你们两个画颜色。对对对，那米菲先，我们要先出萝卜。我跑超远的，我没有在。嗯，那我觉得你应该是那个酷酷的职业。你说我吗？没有，他应该不能诅咒啊，没有小雨吗？因为不可能有两个爆开、啊那個小雨第一开始把狼开出去，那个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事情，对，严重别偏，啊你诅咒你诅咒你自己啊、喔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要玩一个骚操作，结果繁星你误会了，哼，我要玩我诅咒 Bobo 在你面前，就是用我自己的能力把我自杀，然后你就是，就想要给你拍张伯伯啦，对，我要张伯伯，结果你想玩的是双刀啊，真的是，哎呦，我要玩这个，我要玩这个操作啦，白痴，谁知道？你们太有意思，伯伯确实还蛮脏的啦，不是你用对啊，这个脏就牺牲了自己，对。原来没有，其实我觉得很 OK， 因为刚刚上一轮 Bobo 其实怎么讲，大家都还觉得很怪啊。可是我们刚刚在健房待一百年呢、欸，你带了你们刚刚有集火票，他其实就可以了，因为他的说法也很奇怪。有啊，和平票差一点，差一票。如果以 Bo 那样讲的话，其实没人敢靠近他。对啊，因为他一直被诅咒，我刚刚不敢接他，一直被诅咒。他是不是被诅咒，还是他是这样，就不会有人想靠近他？哦，装什么？你刚刚一直诅咒我，诅咒。其实我看了一下，他是有说到，就是那个被诅咒的人，那旁边如果是内鬼或者自己，他也都可以刀下去。对，我那个时候确实可以重杀自己，甚至重杀到自己的队友，所以要小心。我有想说，能够救自己吗？我暗暗看，哎，真的可以耶！真的可以，我觉得你是大好人，所以我才一直黏着你。可是你真的看起来超怪的，哎，你说因为我是没你太黏的，他太黏了，他真的就是我，你就是在这边这个绕圈圈，他就跟在我旁边一直绕圈圈，你知道吗？是我一定票他了，不要犹豫，太贴了，有啊，我有票他一票，很真诚哎，所以远端其实很可怕，好可怕，那其实真的蛮，就是也是蛮抖的。嗯，堵的堵的，对，远端好可怕、啊，超可怕、啊！你知道刚刚那个动画超好笑，还是我自己说自己，好有趣，自己是有两个你吗？对啊，两个我，我刚刚就说啊，为什么你炸开了、欸？哎，为什么？有点困惑，对，就想哎呀，帅帅帅，双刀双刀，去解定，现在去加 auto auto 度，哎，我是波波在，波波还站着。怎么一直被诅咒、啊、我有被套盾啊，对啊，他都诅咒我啊，好笑。
太有趣了。谢谢帮我套图，爱你。最后可以来多开一点啦、啊。怎么了？你要来我来开别的东西啊？开点什么？速度快一点的啊！好、哦，咻咻咻咻，速度全开，咻咻，凶啊！警长也来咯，对、欸、对，是警长打开，你知道吗？可以来 ban 哦。警长干嘛 ？ban ban。警长干嘛？警长有枪、嗯。警长，你会玩守卫吗？你杀人？还是那只手？所以是可以看到人就杀、哦。对，对，可以、啊，你可以，你就看到人就打，对，你到时候玩这个，你看到就打。没有啦，就是、啊、不是你死就他死，他选一个。啊，对对对对，选一个。所以警长是、啊、玩家速度也变快哦，你才是好人。对啊，多开好人的警长，对，哦、他是好人。警长就是你可以变人，但如果对方是好人，你就自己倒啊。如果对方是内鬼、哦，就是对方倒，就这样子。那坏人三个都来了、哦啊，百变怪、魔术师跟诅咒师哦，可以哦。诅咒师要自己小心，不要诅咒到自己或队友哦，太危险了。那光是魔术师的那关灯弄就已经很猛了，很恐怖嘞、嗯。对啊，而且速度都很快哦，很刺激的哦。哦恐怖的，自己小心哦。知不知道？快传上，开起来。阿发，我在关麦。我是超可爱的秃鹰啊，没有吸血鬼，让巧巧活下去。有啊，我一直都前面就让他活了啊，我来保他，我来保他。马西，马伊死了啊！哎、欸，马西，哇，吓到！在，我看一下、喔、办公室，嗯，办对，然后反正我走进去，然后我在那边准备要下载档案的时候，突然看到马伊在我旁边炸开了，所以我应该是被诅咒了啦。可是、啊、这个开场我就不知道是谁诅咒的，速度太快。我有看到诺英走出来，然后我走进去，刚刚看到尸体倒的瞬间，你就拍了。嗯，对，嗯，还是诺英其实是被诅咒的，可是他已经走出去了，那尸体才炸开呢。哦，对啊，然后那个应该没有时间延迟吧？如果是要排咒术师的话，我能排掉哈记跟阿旺吧？应该是阿旺吧？阿旺，因为我们都在动，我们都动来动去，对，嗯，那我觉得就只排繁星，因为繁星也是繁星，他在动。那你们最后有谁从饭堂往上，然后有被看到的？饭堂饭。哦，你说我可以在绕圈圈那边吗？所以是你追我吗？啊、是我追你，我想说我好怕。可是那时候是那个、欸，那时候还那个、欸、变黑的时候 啊，黑黑的时候。啊，我唯一能知道就是只有你而已啊。啊 ，Only you， 有没人保吗？这里？对，我是视窗炸开就拍了，所以看有没有人是看到没在动的人。我可以保你，在温室哦，最好。我一个人在温室、嗯，因为我很怕，我就直冲温室了。嗯。然后路上看到哈基啦，你那 我那边没人、嗯。你在哪里看到哈基？啊、你在哪看到我？在那个西南那边，片房那边吧。我看到他走进去。对对对。啊、那是拉线那边，那很前面的、欸，那蛮前面的。他掰桌的时候，我一直都在温室、欸。等等，诺英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嗯。你走办公室出来，大概走两步就停下来了，是什么回事？哦哦哦，什么东西？没有，就是尸体隔壁不是、啊、那间是办公室吗？嗯，你最后怎么停住了？诺、就是、英，你就走出来，突然停住，我就往那走，就看到尸体。我在看那个我的任务。哦，对，可以边走边看啊。哦，我是习惯先看一下，然后再走的。哇，现在一定要走来走去，那地图好难看啊！就所以我不知道，地图是半透明的、啊。对啊，是啊。为什么我地图是整个占掉的、欸？哎，就我整个看不到哎、欸。
那是你的问题。没有没有啦，你自己游戏内容是可以那个、啊。你那个游戏的基础问题就之后自己的研究，但是地图可以边走边看的。农民呢？农民都没讲到话，没看到。有啊，我刚刚在那个锁柜房还看到有人在那边上上下下跳柜子。好贵！哦哦，看到第四个是你哦，好，原来第四个是你，好，就哈哈基啊，他在看哈基。哦，好，好危险哦。对啊。那诺恩有职业吗？诺恩是船员，诺恩没职业，可以先把我排掉，没关系。嗯。好。好、哦，我也没有办法，没有其他的、那個，真的假的？Really？ 啊，为什么有一个是宝宝？我听错，是有人跟我一样是宝宝，然后头宝宝。我觉得这也是不错。哎、欸，好、哦，哎、欸，宝宝出去，哎、欸，冰哥答对了。你看我只是一只羊，下一句我一直忘记怎么唱。我都没人到，哇，这场是怎么回事啊？是怎么回事啊？有秃鹰？有秃鹰有做事吗？哦、有，有欸、的两个都被吃掉了，秃鹰就吃了两个人了，对，他吃两个了，一个吧，对，吃一个，一个，我们要一个，所以只吃一个，对不起，一个，我认错了，只吃一个，只吃一个，怪怪的，怪怪的，哎，是谁被吃掉？波波被吃了，波波被吃掉，波波马，哎，不对，马，对，波波啊，波波，对，波波刚。对，麻衣是我们排第一，对，麻衣是排第一天，然后第一天跳了诺伊出去的。但我觉得诺伊这边应该是对的，他应该是那个吧，那个咒术吗？应该咒术。所以爸有额外资讯吗？就是只是太久，我觉得有点久，可是我不知道哎、欸啊。如果想随便猜，我应该会猜米菲吧。哎、欸，可是波波如果是很快被波波很快被吃掉，那很最近的事情哎、欸。哦、真的嗎？因为我现在我是在那个解电灯，就刚不是电灯暗之前，我还有看到波波在中央室，然后后来就不見中央室，可是我对，然后灯开了，我在下载，然后就拍桌了。那、啊、我在温室上上下下没看到他哎、欸。对啊，我刚也是在中央室看到他，然后我就往办公室走，然后就拍、哦、他在里面哦。对，他是在、嗯、我最后看到他是在中央室里面。如果他在那里的话，阿汪跟团团是在反应跟研究室那里，然后我旁边是露米，我们在
四个在那个靠近锁柜房那里差不多。还是他是工程师跳进去，然后被狼从后面刚掉，然后不能是我，不能是我，是你啊！他被里面到尾，你们他一定要出来才对。里面也没看到我，对，可以，里面是可以刀的，是可以刀的。哦，里面里面可以，上次有被刀过，他被直接打死。啊，对哦，这场从头到尾都是我在里洞地洞里面到处看，我你们刚刚说的话都是正确的，并没有骗人的。嗯，那萝卜为什么也可以上上下下？啊，没有，我是在温室，然后往那个我在温室，然后往下走，有没有？往下走那个北，你在走廊那边，对，我在走廊巡逻。那就米菲怪啊！我在路上解任务。小雨，小雨，那时候你不是往左下角走登陆舱吗？我应该，我跟小雨可以互吧？对对对啊，那个时候米菲跟你走，他有觉得你有觉得他怪怪的吗？他有在解任务吗？一半我就往饭堂那边去，他就又走掉了。对，那我觉得可以票啊。米菲是什么？没有，我觉得巧克力这边怪怪的。没有，因为我因为我跟你讲，发，因为。我给小雨盾，然后小雨跟米菲往最左下角登陆舱走。那按照他们的说法，米菲走到一半他就走了，因为他刀不了小 雨，所以他离开了。哦，因为登陆舱是一个就是完全的很独立的最完美的一个地方。对，我有看到他们两个走过去。你又看，你又看，他就从前面一直看的，到处地方跑，所以到处看的。你看，你都被看光光了。对啊，那这样子的话，米菲一个出去的话，那这样子。诺伊米菲还有应该还是一个，至少还会有至少对吧？还有至少还会有，因为我们票诺伊要票米菲，可是就不确定，对是不是对，应该。那你们觉得？哎，可是我去登陆舱还有团团，还有谁？就是团团比较像在做任务。嗯，我是在做任务没错。对，是不是你笑这样？哎，笑很开心，开心哦。好吧，蚂蚁对蚂蚁不小心被诅咒杀死了。蚂蚁，我是魔术师，你然后我开场变一个魔术，就把自己变不见了。哇！哇！这太酷了吧！太强了！这场倒下的都只有坏人呢。对啊！倒下的都只有坏人呢，对不对，波波？是啊是啊，不是梅杜莎。没有，我是诅咒小雨，然后那时候你在里面，然后繁星也刚进去，我不知道谁靠他比较近，然后只有我们这个速度很快的欢乐场，狼人不一定最好。还有谁是秃鹰啊？哇，繁星，是你吃掉波波的吗？我想说，我要不要吃还是要拍啊？我刚刚犹豫。我想说应该是吃掉那个位置的话。那因为那个内鬼两个出局了，所以他们才刀那么慢。嗯，我想说，哎，好奇怪，还想到最后一个会不会是阿汪？我在想，我好安静哦。我还在一直重点观察团人跟阿汪两个都走在一起，很奇怪，你知道吗？超害怕他们的，解任务而已啦。没有，你有问题。小雨，你是不是想刀小雨？没有，我是有想刀我。可以先讲，我没有想刀 Yui， 我刚刚有没有想刀 Bobo？ 我就一直在通风口一直看，一直看 Bobo 去哪里。可是没有，你刚刚那个最后往那个登陆舱那里，不是最后中间的时候，你就跟他单独走过去。登陆舱，你说往北吗？往北，往中间下，左下，左下，往左下。不用跟他讲地图了，你自己下去研究。好人，我只是想当好人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杀他。巧克力活下来了，太棒了！诅咒师就只能用咒杀哦，这样更欢乐。所以你诅咒师要自己抓好时机，嗯，好危险，越来越好玩，好危险。走起，有一个是远端魔法师，没有远端不能近战，会出事，要小心。乖乖乖乖。好累哦，我等一下应该不会开台了，不，我不会，我等一下不会玩了，今天等一下要睡觉啊，甜，就刚刚跟巧克力也不好，如果他不想刀我的话，就真的太不好。绿草因为我品尝，哎呦喂啊！阿旺，阿旺，阿旺，
死在那个西南那个电前面啊，那个电线前面的脚被电死了、啊、我不知道啊，我看到的时候就已经孤零零的一块肉在那里了啦。他不小心摸到，不是你电死他的，不是我这次不是我诅咒人的了，不是我了。我刚在我应该是最后走上，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我去医疗室接那个医疗任务，然后那时候已经大原本变黑黑的嘛，啊，我走上来看到他尸体的时候，大家已经现回原形了，那就一块肉躺在那边，所以可能要问问你们先走的人到底那边大概有谁。我跟 Lumi 一起走到那个办公室，然后一关灯，我们就立马缩到角落，因为我只知道他是那个哦，那个是你哦，对，难怪看到一坨灰色的人在那边转啊转。我知道、啊、是谁开的，谁解是我哎、欸，我想问一下，工程师是按 repair 就可以修了？哦，你把它掉对，就是秒解、哦、对、啊。但你就只有那一次，所以你那次就掉了。哦哦，那难怪你在下面。哦、嗯，我刚好说我按了，为什么直接完蛋了，动不了它了，就亮了。干嘛干嘛？我也可以维保他，他最后是在东南那里，然后我是在饭堂那里。饭堂，那、啊、你们办公室那些有谁？欸，我只知道中央室是我跟哈基，还有一个不知道是谁，忘记了。我啦。哦，你还我都不在你那边哦，我在那个在反应炉那边，研究室反应炉。嗯，我在露台饭堂下面，可是没看到巧克力耶。没有，我在饭堂那里，然后米，因为我才最后的时候下去，然后我看到那个米菲在东南的地道那个外面解任务的样子。哦，难怪。嗯嗯，怎么办？打扮打扮。不知道，我们明天替你报仇。我们再看看，你再等一下，再观察一下。好吧，你再一样。死因不明。再等一下，再等一下。通灵，通灵，通灵。我猜这场 Bobo 会两票。反是预言家是不是？忘了，这场预言家，哇哇哇！你是不是有透视？哇！谢谢谢谢谢谢！你有没有装隐形眼镜？好扯好扯好扯！你认不认？这是哪里？我哇，有人动到他欸，我好像是哈基哦，没有，哈基跟我在那个、啊、你在哪里看到的？我在那个中央室、啊、对，中央室，中央室外面的走廊，中央室外面的走廊，可是哈基，然后我是好秃鹫，我也是要，是我也是要拍好人的马屁。可是哈基都是反应炉呢？对，我要拍好人的马屁，百变怪。那你为什么不吃掉就好了？我就是我要拍你们好人的马屁了，不要票我，拜托，求你。反正 Bobo 一定是 Bobo，、啊、反正他一定是其中，因为我看他的脚印消失在那个。对，没错，我在当那个波警官，波警官要出动了。哈基是在那里吗？大家说的反应炉呢？
所以有对应好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对我在那里。那我看一下，那谁不在？我在饭堂。你刚刚是被漂亮票很害怕？没有没有，绝对不是。我觉得我赶快先跳出。我在想，反正他都是坏人方嘛。我他要么是真正的坏人，要么是真正的秃鹫，那都是坏人啊。我是好人，跟我无关、啊。我是好秃鹫，我没有吃。欸，如果是我就直接吃了吧，是吧？是吧？是吧？我要转位。所以如果你是的话，就直接吃了。你不能吃，现在你就是坏人。所以你就是用刀自拍，然后拍自己是秃鹫。我可以吃呢。他刚吃是阿旺，应该是秃鹫。等下那个，但是我拍的是米菲的，反正他一定是坏人。我看对得起自己的底牌，所以我要拍你。那个等一下，不过我一直很好奇你，所以你是旁边有人你就想说赶快拍了吗？还是怎样？没有，我是一看到蓝色箭头出来，我就去找尸体了。然后我过去的时候看到假哈基跳地洞，假哈基跳地洞，假哈基跳地洞。我是先到办公室的地洞，然后传到那个，然后看到假哈基跳地洞。行哎、欸，我觉得中央室这个虽然这个很没逻，就是很没有他连蓝色箭头都讲得出来，是吧？说真的，那个票不票他也无妨，反正他就是秃鹫，他就是得，反正他就是坏人、啊，他是得只是找走坏人啊，我们找也找不到别人，没错、而且他没有对得起自己的底牌。而且其实也才死两个，你照理讲其实可以吃掉他没关系。对啊，你就直接吃掉就好。我不想，我想要玩另外一个方式啊！我不想吃，我很饱。你是不想还是你不能？我想不想、欸？不能呢、欸！我跟你讲，你看你这样，你头上有几只？一二三四五，他们都想吃。他们嗷嗷待哺，他不饿死了。可是你却没有给了他们。那我跟你讲，怪怪的，你是给不起。狼坑就是巧克力跟小雨了，他们一直想把我拍出去。我倒是我看到你的脚印消失在那个通风口。对、欸，那就是巧克力，那就是巧克力了。哦，还有谁？还有谁？继续说。全部啦，全部啦，全部啦，全部都是狼，对不对？你们都是坏人。哎呀，你们全都是坏人。那你觉得谁比较狼？你也没狼。开对啊，你要提供我一点资讯。因为不是，因为我现在就只有看到假的哈基而已啊，你懂我意思？哦。啊、好了，拜托了。那第三方，好了，我投跳。反正你怎样都不是好人呢、啊。哎、欸，你活下来了。饶你一马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底牌。好了，你再去找个坏人来哈。再去找一个，好，再找坏人，我去找坏人。你一定要找到，不然就是你。不是哎、欸，怎么啦？秃鹫是可以钻地洞的吗？哎，秃鹫怎么可以钻地道？可以啊，秃鹫可以啊，秃鹫可以啊，有可以啊，秃鹫、啊、可以啊。对不起，不是、欸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以为你现在用票就是丢一个狼坑给我们。对，波波，你要提供一个狼坑给我，就你们各一个狼坑给我们。我跟宝宝，不不不，你的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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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秃鹫你有很多情报啊，加上你自己有六只眼睛，我浪费六只眼睛，没事，你头上只有一双，被五个。那反正这个反应的话，哈基跟团就是偏好嘛，就是目前看起来。对不起，我不小心浪费你们一次拍摄机会，没事没事。那扣你心思，因为之前那个秃鹫太难赢了，所以就都一直有，后来又开了。哦，所以其他是可以开关哦，了解了解，哈哈。对对对对。他就第一次登场没有，后来都有了。没错。好了，这哎，对我帮大家排，我帮大家开灯，我很棒，我超棒。对啊，他是有开灯啊，可是有可能是你关，然后你开啊。马伊琍吗？反正我觉得你要盘出一些人，因为我们这个把最关键的只有一次的。对，那你不管怎样都是第三方，可是你要嘛是内鬼，要嘛就是那个、啊。我可以不做事啊，对不对？我就是秃鹫啊。没有，我们已经把最关键一个弄走了，我们没办法完全百分百相信你，接下来都不做事啊。你接下来全吃，我们就完全拍不了桌了。全吃，对，说不定你就在等这一刻。可是我不，说不定他就在等这一刻，对不对？把我们的那个紧急拍桌用掉，接下来他就爽爽做了。是我怎么我就是我一定要找一个好人马屁，人会学坏啊。
太好了吧？你就让我们引发众怒、啊？不是不是不是，那我先说嘛，你们看看，那你们刚刚那一场旁边就是上一场那个我拍到米菲的尸体的时候，你旁边有谁没有人呢？我妈哎没有，我刚旁边是诺英吧，好像是。我没有人，我第一场在反堂。你说上一场，那上那个吧，上一局，上一 round， 上一个吧，对，上一 round。假哈基人的时候吗？对啊，假哈基啊，对啊，我就看谁旁边没有人啊，就是基本上他就很危险了、啊。我承认了，我没有。卢米呢？我就说我在饭堂啊，诺一个人吗？旁边没有人。诺一在我旁边，我们在办公室。马伊在哪？我在那个反应炉。你刚旁边有谁？反应炉。嗯，反应炉。哈基旁边，那哈基那一场旁边有谁？有四个人，就我、那罗波、哈基跟马伊、啊，我们四个都在反应炉那边、嗯。然后阿基酱巧克力嘞？我在医疗室那里啊。那就是，我觉得这狼坑就是你们四个人啊，四个人出三吧，很正常。你说我们四个，那你出去好不好？不是，我不是说你们，我是说其他的对剩下的。哎、欸，薯条，不要乱帮我乱投票、哦，很危险哦。薯条没有这么大能耐啊，一定都投，反正就是剩下四个出一个，随便啦。我靠！再见了，秃鹰。没事啊，你会飞。声音好好听哦！解完了，有蚂蚁，对，蚂蚁杀了爸爸、啊，居然是蚂蚁！我跟诺伊都看到他了。你们在哪里看到？哎、欸，那是哪里？反应炉吧，反应要进去锁柜房那边。是，那是别人的。我跟麻衣是在那个消毒的上面那里。嗯，没有，我跟着麻衣有点久了。哦、巧克力跟麻衣、嗯、哦，知道了。啊、不是啊，你跟你们是谁拍的？露米拍的，露米跟谁看到？我跟露米跟我一起看到，但是基本上我都在蚂蚁的附近，我一直都有遇到蚂蚁，他不太可能那么快就到锁柜房上面。我在反应炉、啊，你让蚂蚁说，你让蚂蚁说。对啊，我在反应炉上面啊，而且我有经过小雨是没错啊，可是我没有杀他啊，我经过他跑过去啊，我没有杀他、啊，他还活着哎、欸。所以你可以超人吗？我们两个是在上面，那你们是在下面看到另一个麻衣的。可是乔，你之前在中央室那边解任务很久。对啊，然后我就因为那个温室是我跟诺英还有团团解的温室的那个 O2 啦，然后我就去解中央室，然后就往锁柜房的反应炉，我要往反应炉那边走，然后看到麻衣，我就跟他一起上去，然后你们就拍了。嗯。不好意思，我这边想讲的话就是，我跟小雨一起上那个反应炉，然后我看他做完动，哎、欸，我看他还在解其中一个任务，就往下。可是我没有看到蚂蚁往上，所以他应该是跳地洞上去的。我没跳地洞，我不会跳。不然就是有一个百变怪，我不会跳地洞。如果他在哪里啊？还是我旁边的是假的？如果其实你的旁边的是哪里？如果他跳地洞上去的话，那代表蚂蚁还是狼。可是我们那时候遇到，我们在他们说在锁柜房外啊，锁柜房那边。
这应该是地洞沙、欸、我觉得。嗯，因为在拍桌那一瞬间，的确蚂蚁是从在我们这个通道，我在反应炉那边，我看到通道的确是刚好门开了，蚂蚁走上来。那蚂蚁你先你到底是哪一个？你在哪里？我在反应炉那边啊。那我看到的是他说的蚂蚁啊。蚂蚁耶。可是我跟哈基在研究室往下呢。就研究室反应炉那边的中间通道、啊啊、他既有看到啊，所以已经更多人看到了、啊。你啊，我看到他这里啊，没有，他是蚂蚁，蚂蚁是就是最后喷，然后他上去，然后我还在他后面，然后他们是在锁柜房外面看到另一个蚂蚁拍，是这样子的。还是那个蚂蚁是团团、哦？那就是看到底是哪一个，哦、因为我跟蚂蚁是啊，不是我。他变形也只能变十秒啊，可是我是跟蚂蚁比较。哎、欸，我真的有看到哈基，你那么明显。对我有我有保你啊！我说我看到你啊！我在拍蚂蚁，蚂蚁怪怪。噔噔！可恶的百变怪！我杀掉巧克力了，長我是兵长。哦、那蚂蚁跟巧克力应该都是。嗯，还有一个哎、欸，那还有一只。我还蛮讶异，就还有一只。对，还是露米知道之外，不是因为我们是走进去的时候他倒的，嗯，所以一定不是知道的。团团啊，团我团没有啊？怎么会是我？你好像是哎、欸，口气搞得怪怪的，好像是哎、欸，确实，笑死，真假？冷静，真假？你不是真假？冷静，确实，因为发发在我旁边嘛，因为他刚刚能动到就动了、啊。我是医生啊，我把盾给哈基，所以我跟着、所以我们刚哦，难怪你们两个是跟着我，对，對啊、因为我任务做完了、啊。我从头到尾都在找巧克力，讲说觉得刚这一场那个太聊爆了，怪怪的了。结果还有一只，我的天哪！然后露米跟诺英两个，他们说走在一起，然后也同时那个、啊、看到蚂蚁刀嘛。对啊，确实。对，那就只剩下团团加班仔，确实加班仔。团团有什么话可以变吗？还是我没有。我这一轮在晕，不好意思。你们都已经绑一起了，你们都是没有任务解完了。对啊，我会猜一个。我忍住了，我一开始很想说，我路过人就很想刀，很想刀，我很想很想做，很想做。是啊，你们怎么都不刀、啊？都是我在刀。是我每次我每次要找到的时候，他们全部都走一起啊。那你诅咒一个人之后，那就是他可以刀的时候还会再亮。那你按了就有成功啊？还是你把刀到队友？对啊，你知道我的状况是，我是魔术师，我就想说我要找时间刀啊，就大家基本上要走一起嘛。然后呢，好不容易等到技能的时候，刀也很强，那你就变身刀。好不容易技能要好的时候呢，通常都被拍桌了。哇，六十秒要没办法，对，我根本没办法用技能。刚刚蚂蚁，你一开始被怀疑的时候，你有看到他，你有看到他自己？那你那时候怎么不赶快先说？啊，我有说啊，我有看到。那你很后来，最后来才说、欸，我帮你辩驳才说，因为那时候是这样子，我扮演蚂蚁，所以是我百变怪我刀的。对对，但是我就是要给蚂蚁一个你一个好身份，因为不是你刀的啊，
那你往上上面有人啊，那他们就可以替你作证啊。然后我就看你，他们怀疑你，然后你就一直不讲。我就想说，该不会你上面完全没人吧？所以我才跳出来就说，哦，我在你后面，所以我保你。啊！然后结果你后来又说啊，哈基在你那里，我想说啊，那因为我以为是说，就是因为我有经过小雨，然后我有对他诅咒，我以为他没多久自己就爆掉，然后大家就看到说是我杀他这样，我不知道这职业，我以为他是顺，就是诅咒完他会形体会瞬移然后去杀，没有啦没有啦，不会，高科技，会直接你的那个太以为了，会原地炸开而已，超高科技我想说我们都包得很慢，想说他就来玩一玩。我今天一直看到百变怪在我面前变身呢。我想说，蚂蚁往上走啊，下面啊巧克力啊，怎么又走回来一个蚂蚁是怎样？幸运，原来是爆开，好好，我知道。对对对，然后原地爆开，然后我自己又把自己爆开爆没了。对，还、没有重点是人家看到你，那你就赶快说出自己的状况。对啊，对，我就想说你都没有讲，想说你是不是手足无措，旁边没有人，我才再去讲一些。我一直在怀疑我自己，想说。我这个职业是你不要怀疑你自己那个就对了，我的职业是乖乖的，下次大家可以更了解职业了。哎呀，辛苦啦，辛苦啦。那待会没有阿凯有点累，我真的其实6:30的时候我就已经撑不住了，我是真的拼命找事情做，撑到8:00。所以其实前面我玩的真的好强，而且又当狼，不行，太累了啊！下次如果这么累，应该考虑就不玩了，就是不参加狼人杀了。真的太累，太累要动到脑，真的好痛苦哦。不像那个鬼抓人，或者是那个阿乌狼人杀。啊，还要演戏，没事没事，谢谢各位。那明天再来继续课题吧，感谢咯，那大家晚安啦。大家看看有谁还在开？好嘞，想推过去的都没开，好啊，都这样子啊。好啦，我们去看团团台吧，那就这样啦，感谢各位，大家晚安，辛苦大家啦。然后我跟你讲，硬要理我，我最近真的是直接永ban掉太多人了、喔。那位帅哥啊，你们觉得我要永ban他还是300秒？那刚刚讲什么啊？繁星不理我就要吃兔兔了哦、喔。讲这种话，你去吃啊！问一下哦，对，就这个。我最近脾气很暴躁，没有啊？他就是在那边，什么脾气很暴躁？哦，陈米就你啦！你不开台，我的天哪！我刚想说在找陈米，哎，没开哎、欸。好吧，那没有人可以带了，然后就看到你正在聊天室，你为什么没有开台？永ban了，我想也是啦，怎么敢叫帅哥这样子进来？好吧，永ban好了，我有差点ban错人，因为刚刚聊天室突然跳了一下，差点ban到音乐，你没有要开啊！我以为你有要开，你星期五才要开。哇，你这个礼拜只开星期五哦。好啦，那就这样。那感谢各位啦，大家晚安。我会早点睡啦，应该12:00就睡了。好，晚安，拜拜。别吓走啊，差点按错啦。